我觉得他的外观是那种蠢萌的感觉。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车子的隔音效果也是有一些不好，基本上可以用油门来控制速度。现在我感觉我都已经不怎么会开油车了。记住了，没记住，这条叫什么？不知道。你老爸姓什么？我忘了。好。Ready。当时选车的预算是在100,000元以内，而且想选购一辆体型较小的车子。对比的车型有奇瑞小蚂蚁和领跑 T03。这款车和其他同款车型区别最大的地方，我觉得是在安全气囊方面。它有6个安全气囊，还有侧气帘，这个相较于其他小电车来说是独一份的。也是我选购这辆车的主要原因吧。最终从安全性能以及外观颜值等综合方面来考虑，还是选择了欧拉黑猫。这款车呢有5个车型，我选的是2021款续航351公里的豪华型，落地价是76,000元，平时呢正常的这个优惠是8,000元，刚好是在车展的时候订了车子，又优惠了2,000元，手续费呢也减半，所以优惠下来就大概是10,000多元。车主要就是为了上下班通勤用，市区通勤一般30-40公里，一周充2次电。它有快充和慢充2个接口，平常呢我用慢充，大概8个小时就可以充满。我基本上都是在电量剩余30%左右就开始充电，这样也是对电池的一种保护。快充的话是用于一些特殊情况，4个小时也能充到90%以上。目前已经行驶了5,500多公里了，它的平均百公里的电耗是9.7，续航表现力还是挺满意的。今年冬天在最冷的天气下，开着空调行驶大概能跑180公里，差不多是对半的续航了。电池的质保是8年或15万公里，电池的电芯是终身质保的。这是家里的第二辆车，主要是我用。第一辆是油车，老公在用。目前油车已经沦为了纯上下班的交通工具了。平常周末出去看个电影、逛街、吃个饭，我们都是开这辆大玩具车。驾驶舒适，停车方便，特别是有一些优惠政策，还可以少收或者是免收停车费。纯电动车和燃油车相比，区别还是很明显的。电车没有发动机的抖动感，动力更足，起步快。因为有动能回收装置，所以基本上可以用油门来控制速度。现在我感觉我都已经不怎么会开油车了。不过电车的速度一旦超过了90码，掉电就会非常厉害，这一点上油车是绝对的优势。所以建议大家如果买这样的小电车，还是作为家庭的第二辆用车会比较好。这个车子的优点还是蛮多的，相信很多人选择它都是被它的外观所吸引。我觉得它的外观是那种蠢萌的感觉，第一眼看不觉得是好看的，但是又觉得非常可爱，圆润感十足。然后可以看到内饰也是那种圆圆润润的感觉，既复古又智能。小欧，小欧，在呢。今天的天气怎么样？合肥今天晴，东南风四级，空气质量良。还有一个就是前面说到的安全性方面，它不仅配备了6个安全气囊和侧气帘，在智能安全方面采用了超预见性的智能前碰撞辅助系统，可以在驾驶的过程中通过警示音提前预警碰撞事故。最为贴心的小设计就是在这里，后排后视开门镜为后排乘客下车开门消除了安全隐患。这是我今天特意给大家请来的一个我1.9米的朋友，让大家看看坐在后排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。大家可以看到1.9米坐在后排也毫无压力，腿部空间还有1拳左右的距离，顶部空间横拳也差不多有1拳左右的距离，所以空间大也是它的一个优点。
个车大也有它的缺点。第一个我觉得比较严重的就是在雨天的时候，前面的挡风玻璃以及两边的主驾驶的窗户和副驾驶的窗户就会起雾，非常严重，哪怕是一个人的时候也是这样子。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车子的隔音效果也是有一些不好，特别是在速度达到70码以上的时候，它的风噪声和胎噪声就会比较明显。虽然说这个价格的车子可能说噪声的问题没有办法避免，但是如果噪声小一点的话，驾驶感会更好。第三个就是这个车子的塑料感比较强，味道很重。我这个车子买了已经有半年多了，每次开门的时候这个味道还是很重，然后一直没有办法散去。最远的地方就是边郊，从市区出发全程90公里左右，来回不用充电，时速最高可以达到100公里每小时，车子还是挺稳的。出发前的电量是351，满电的状态，回家时的电量是225，没有太多的里程焦虑感。喜欢我你就转发我，有话说你就评论我，都不干你就点个赞。